听我说一下啊，资源团之前啊，提前计划一下，冷静一点，都要分享的杀人，不要去追人头。中间的时候多去观察一下边线的情况，在中线啊，哎，中线要打架，观察一下边线的人数。那样的话就打不出我们的风格了。我们赛区的风格就是打架呀，我们的风格冲锋，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呀，这波就一波吧，对，这波一波，这波。他们是进了这个有中药，我先拉后喽，我可以开 AD， 好好好 AD 会有闪加进化，先一起把兵进了，把兵进了，哎，他被，哦，有惊喜，爆塔吗？爆塔，我觉得，先 A 塔，先 A 塔，别急，保成位，保成位，全是残血，全是残血，反杀，第四，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这岩，先不杀，先不杀，好，拉回来点，拉回来点 ，A 塔吧，推了吧，推了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走到那位置，我想去包围他们。我准备你来打到底都没出。